给嘎到个我给江一口嘎开了。袂当啦，袂当啦，爱想冲点水啦。啊，对对对啦，我来开点水。好，哎呦，哎呀，咁就来听咧。所以意思是讲，这个治疗有效。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太太，先来冲点水啦！快快快！妈，就等下我头一个爱家公一个好消息。对，我嘛要甲你爸爸讲，快点，行。我怎样？你咧卡受伤啊？你若无先去病院，再来找我啦。你跟你讲一个好消息。什么消息都无重要啦，你安尼病妇无够，我即马送你来病院哦。我还较有感觉，那阵小助理在电话卡，我感觉小的叫一大声，才知影我的卡已经有感觉。你敢知影我有偌欢喜的？你的意思是，这个治疗有效果啊？你看。你的镜头会叮当啊！我当这种奇迹，袂发生在我的身上，但是发生啊！是不是看认真一点吧？我得当家己徛起来，家己行啊！啊，不过你即马莫有家己伤大压力，即马会当安尼哦，已经是伤大的进步啊！元志，这两天无看到你，你面色哪会变到这歹？伊是我常常甲你讲的。因为拢徛伫我这边的原子，啊，迄喷漆，敢是恁喷的？伊安尼放散我，管你对待伊哦，对伊已经是客气啊。加油！哎，好歹你讲一解，讲就讲啊，就是我做的，有材料你就去报警，伫恁爸爸面头前搁遐尔软弱，又搁小心做啥物大事业啊？大家讲我讲唔对，你张元勇，这下就是一个扶不起的阿狗。江丽文，你。你把酒割掉了阿爸，现在爱的就查某人。我真是白白浪费我几年的青春，竭力心上。你就是爱钱嘛，来啊，我给你啊。安尼有够无？安尼有够无？张元耀，安尼有够无？你错啊，你什么都给你啊？安尼有够无？歹势，叫咱大家开会，我有一挂代志。要甲丁总经理解决。江丽文，咱之间代志早就解决了。张云勇，你真正是够无路用的。你细汉的时阵靠恁爸做一个好样的下爷，大汉了也搁爱靠我，才当摕到钢铁合约。你即马搁想要靠恁阿姨来威胁阮哥，比我听话也是。阿伯，你教出这种无路用的后生。心心嘛就失望的啊！丽文啊，阿姨知影你做委屈的，啊，不过甲长辈讲话袂用安尼啦，你先离开好不好？江丽文，你想要赶紧离开啦！这物件拢是你送我的，你讲我甲你做伙就是因为你的钱，那安尼我甲所有物件拢还你。这个手机啊，嘛是你送我的生日礼物，我甚至用伊。林老板对我性骚扰的过程全部都录音落来，还有这件衫，你讲伊会当代替你和我分段，伫咧上班的时阵背叛我。你去啥？这件衫也是你买给我的，你讲我穿起来足水的，看起来足清纯，也足温柔的。还有这双鞋子，你说我自己穿的就可以陪你走到天边海角。你刚真的要疼吗？我的面子，我的爱情，早就给你糟蹋到什么都没剩了。我人生上大的错误，
就是去爱着你，嫌我即摆已经清醒了。张月勇，可比可爱。